桥。简单的一个汉字，代表着旅居和寄居。简单的字，浓缩了一种况味深远的人生。由于地缘关系，中国早期的海外侨民以广东为最，这也使南粤大地形成了一个个侨乡。位于中国南海之滨的台山便是这样一个地方，200多年来，游子们从这里出发，前赴后继去海外寻找黄金和幸福生活。但不管置身何处，他们都难忘故乡，他们把台山视作自己的生命圆心，浓浓的乡情和乡愁牵引着他们。从小被家乡味道宠溺的味和话语中改不掉的乡音提醒着他们，每一次远离都是为了更好的归来。那些海岸边停靠的船只如同古老的隐喻，穿越百年，将这里的历史与现代连接。台山地处珠江三角洲西南部，毗邻港澳，南临南海，沿海海岸线长306千米，境内大小岛屿557个，组成川山群岛，以上川岛和下川岛最为著名。其中137平方千米的上川岛是广东省面积第二大的岛屿，拥有大片的优质海滩，素有南海碧波出芙蓉之称。台山在古代曾属新会，明弘治年间至新宁县。1914年，考虑到与湖南、广西的新宁重名，才有了现在的名字。台山二字取自境内的三台山。亘古绵长的海浪不断翻涌，记录着一座城的兴衰沉浮。其中有时代的风云际会，也有一代代台山人艰辛不辍的努力。在浩渺的中国南海海域，如星星般散布着大大小小数百个岛屿。上川岛不一定是最亮的一颗，却很可能是最有故事的。这里的海浪不只带来沙石，还时常带来破碎的陶瓷残片。一段长约500米的海滩，由于曾经遍布着各种花色和纹饰的陶瓷残片，被当地人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花碗瓶。这些陶瓷
大多来自千里之外的江西景德镇。瓷片上依稀可以看到大明年造、正德年造等字样，它们或裸露于地上，或深埋于沙中，隔着时光又远隔千里。他们是如何到达这里的？在上川岛还有一座古老的村落叫石笋村，村口矗立着一根2米多高的方形大理石石柱，村里人把它当作神一样膜拜。这根石柱又是什么来历？小小的上川岛集合了太多历史的谜题。2002年，花碗瓶上不断被海水淘洗出的碎瓷片，引起了台山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注意。是一个奇迹，是奇迹，是很大的一个奇迹。他们来到上川岛，采集了残片标本300多件。从捡回的瓷片中，工作人员意外地发现，有2片有着十字架的纹饰，还刻有拉丁文。据此，专家学者推测，陶瓷残片可能与中外贸易有关。我们经过了多年研究呢，发现台山上川岛在明代呢是一个重要的贸易基地，瓷片运到这里来了，难免会有破损的。那么破损的瓷片呢，就会丢到那里，就逐渐的形成了一个文化堆积层。结合查阅史料，一段历史的谜题逐渐解开。当地百姓口中的花碗瓶，正是16世纪。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葡萄牙历史学家巴罗斯所著的《亚细亚艺术》中这样记载，葡萄牙探险家乔治·欧维士于明正德8年乘一艘满载胡椒的葡萄牙帆船，随中国商人到达中国海岸，而500多年前，他们的登陆地正是上川岛。登陆后，他们竖起了一根石柱，作为航海标志。随着葡萄牙商人越聚越多，上川岛成了中葡贸易最繁盛的港口。大量的中国瓷器、丝绸、茶叶等物品在这里装进葡萄牙人的货船，也从这里出发，劈波斩浪，开启航程。神秘的花碗瓶便是当时频繁贸易往来的无声见证。2014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花碗瓶附近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勘探，从采集获得的标本看，瓷片种类有红绿彩瓷、青花瓷、青花红绿彩瓷、白釉瓷等，器型以盘碗等日用器为主，纹饰题材丰富多彩，款式众多。而与这些残片形制相同的景德镇民窑制品，在马六甲海域的沉船中也有发现。这次考古发现有力地证明了500多年前那段繁盛的海上贸易。上川岛是中西文化贸易交流的一个重要的驿站，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呢，有着重要的价值和地位。喧闹一时的上川岛，在明嘉靖中后期逐渐隐匿到历史幕后，而500多年过后，石笋村矗立的这根大理石柱
还在诉说着曾经和过往。久远的故事不会消失，就像花碗瓶上的陶瓷碎片一般，不断被时代的风浪打捞上岸，浸润了海水的陶瓷也因之被赋予了在路上的气质。他们就像一个个坚毅的台山人，出发，远行，归来，岁月无声，长途漫漫，但总有归途，总心念故乡。外国人不断踏入上川岛的同时，台山人也开启了出海讨生活的序幕。告别，启程，长途漫漫。从这时起，台山与大海的关系开始变得愈加亲密。在很多年轻的台山人心中，这片沙滩，这片家园，更像一个渡口，承载着台山人乃至中国人向外开拓的雄心。正是在立着航海标志的石笋村，走出了中国早期出洋的华侨甘泽农。1821年，甘泽农为生计所迫，乘帆船前往美国。他是台山历史上赴美华侨的先驱者。今年56岁的甘石林是甘氏家族第五代后人，在他家发黄的族谱上记载着先祖甘泽农的过往。东烧读遗书，春日明敏，然赋予冒险心，却以家计。历史上台山人多地少，农户终年辛劳，却食难饱肚，衣难御寒。鸦片战争以后，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为了谋求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最早的一批台山人离开家乡出洋谋生，路途艰辛，生死难测。为了让家人安心，他们告诉亲友，他们要启程的是淘金之旅，他们一定会满载而归。这些台山人淘金的足迹遍及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地，他们把先后发现金矿的美国圣弗朗西斯科和澳洲墨尔本称为旧金山和新金山，给异国的土地烙上中国的烙印。而在异国人眼里，他们也有着独特的禀赋，吃苦坚韧，勇敢勤劳。于是这些来自东方的淘金者也有了个统一的名字，金山伯。很多年里，金山伯都是老一辈华侨的代名词。19世纪中后期，越来越多的台山人登上了开往金山的轮船。在下南洋闯五洲的鼎盛时期，甚至有着美国华侨半台山的说法。几百年间，从台山走出去的华侨足迹遍及世界六大洲11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数多达160多万。不管身居何地，游子们心系家园的初心从未改变。这些金山伯们在外省吃俭用，收入的大半他们都积攒下来，委托亲友或是民间机构连同信件带回家乡。他们希望家中父母能老有所养，妻儿不必再有衣食之忧。这种把汇款与家书合二为一的凭证，
后来被人们称为银信。写几字平安，写几句叮嘱，再加上积攒下来的辛苦钱，这是远在异国他乡的台山人怀恋故土、挂念亲人的特有方式。李伯达出生在台山一个古巴侨属家庭，他的家中收藏着很多封银信，大多来自近百年前他身在古巴的曾祖父李云鸿。一封家书万重山，这一张张薄薄的信笺，就是海外游子和家乡的最温暖的情感纽带。在曾祖父寄回的这些银信中，有一封最令李伯达动容。1941年，东南亚各国陷入战乱，当时李伯达的曾祖父在古巴也积劳成疾，近两年半来难有余钱，但他还是想尽办法寄回一封银信，内有国币75600大元，希望这笔钱能帮助父母妻儿度过时间。而随着战事吃紧，海外邮路基本中断，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国内外才开始取得联系。那时李伯达的曾祖父才知道，自己的妻子在收到他寄自古巴的最后一封银信后，就已经溘然离世。知道自己的妻子离开，百念俱灰，他在信里面写啊，如果我在家乡，我可能救回我的妻子，还回她的生命，那种感觉是我们很难理解的。几十年前家族的故事，通过一封封书信展现在李伯达眼前，让他难以忘怀。拳拳赤子心，殷殷桑子情。中国近代的百年历史中，一封封漂洋过海的银信，不仅饱含着海外华侨对家人的牵挂，也有对祖国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关切。1905年前后，孙中山到各地宣传革命，台山籍的华侨积极响应，资助国内的民主革命，发起华侨募捐。我的曾祖父1912年那个时候交了3美元的义务党费，捐给我们的祖国搞那个辛亥革命的。对于这些走出去的华侨来说，国虽远，但心永在。为了能让更多人了解台山侨乡的历史，李伯达把大部分银信都捐赠给了当地的银信博物馆，没事的时候还会来到这里当义务讲解员，给孩子们讲述老一辈华侨当初的艰辛和拼搏的故事。每一封银信都有一个故事，比如说我们华侨在这个博物馆里收集展示了2000多张银信，记载了100多年前台山华工出洋的故事。这些远方游子纵然旅居海外，但他们对家乡的思念
从未断过，他们隐藏起创业的艰难与伤痛，把拼搏大半辈子的财富都带回故乡。心系故土，不忘家乡。随着大批的侨汇寄回家乡，近代台山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时期，而游子们的归来也为台山留下了遍布城乡的近代华侨建筑。在台山斗山镇矗立着一尊雕像，这是为了纪念归国华侨、中国民营铁路之父陈宜喜所建造。1904年，在美国从事铁路工作长达40余年的陈宜喜回到台山，为了繁荣家乡的经济，他提出筑新宁铁路的计划。在家乡民众和华侨的大力支持下，历经14年的施工，于1920年建成，写下了我国自筑铁路的光辉史业。随着新宁铁路通车，大量侨汇输入，台山城镇圩集得到了快速发展，华侨纷纷回乡投资，兴建商铺，置办产业。建于1932年的梅家大院就是其中之一。梅家大院是典型的骑楼建筑，骑楼是一种近代商住兼用的建筑，多为2到3层，2楼以上部分突出，1层以立柱支撑，上为楼，下为廊。连续的骑楼底部空间组成贯通的人行道，为行人遮阳挡雨，非常适合岭南湿热多雨的气候环境。和广东其他地方的骑楼不同，这里的骑楼融入了大量西式建筑元素。很多人想不到，这些洋气的骑楼100%出自当地农民建筑工匠之手。在台山以及周边的侨乡，有一种说法叫做7分工匠3分主人，意思是建屋造房不仅靠工匠，还要靠房屋主人自己设计。漂泊半生的华侨们不会画图纸，他们就以从海外带回家乡的建筑照片，或者印有西方建筑的明信片为蓝本。这些洋楼就是当地农民建筑工匠根据明信片或者照片中的建筑样式建造起来的。我们今天来看待侨乡文化，它不简单是一个乡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它其实应该有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和我们对待不同文化交流的一种态度，以及我们自己很强大的一种文化融合和创造能力。时代的风云变幻为梅家大院染上了斑驳的底色，也酿出更古旧绵长的韵味。这一座座极具特色的建筑吸引了电影《让子弹飞》剧组在此取景，也让梅家大院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电影上映后，很多游客慕名来到这里，他们没有想到在这个岭南小县城里居然隐藏着这么瑰丽动人的
建筑群。除了一座座精美的骑楼，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侨们还在台山建起了1000多座碉楼。在台山人看来，只有把这些老建筑都保护好，才能给子孙后代留下祖辈们奋斗拼搏的记忆和那段岁月的印痕。这些历经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风雨的古老建筑，凝结着金山伯们外出闯荡的雄心和反哺家乡的深情厚谊，也寄托了台山华侨对故乡根脉的依恋和无尽的乡愁。无论航程多远，落脚何方，他们身若浮萍，心在故乡。他们牵挂家乡的亲人，怀念曾陪伴他们成长的一座山、一溪水，甚至一种味道、一餐一饭。一大早，厨师彭廷贵就带上了竹篓和胶鞋出发了。今天他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小河边，彭廷贵换上胶鞋，弓下身子，手伸入泥中。那个黄鳝呢都是很懒的，它呢一般呢白天不活动了，只是晚上才出来活动。每一次抓黄鳝都要在前一天傍晚将特制的竹篓沿河岸放入河中，等到第二天一早来收取捕获的黄鳝。这个呢是出口，然后这个是进去，黄鳝进去的，你看里面的设计，里面有一些倒刺的，它是出不来的。抓黄鳝是他很小就学会的一门手艺。彭廷贵将新鲜的黄鳝运到餐厅。哇，好靓啊，要肥啦！拆骨取肉，父亲彭日华亲自掌勺，加入调味料，翻炒至金黄色，再搭配砂锅煮熟的米饭，一起倒入锅中，搅拌均匀。让米饭充分吸收黄鳝的鲜味儿。一碗黄鳝饭出锅了，香味儿飘满整个餐厅。台山人烹饪黄鳝饭的历史已有百年，黄鳝饭的鲜美融进了一代代台山人的童年记忆里，成为难忘的家乡味道。它那个味道一吃呢，就想起那个小时候那个，妈妈煮给我吃的那个，所以特别想。十多年前，彭日华夫妇带着黄鳝饭的手艺漂洋过海，把餐厅开到了多伦多等地。受生长环境限制，加拿大并没有黄鳝，经常都需要从国内空运过去。黄鳝饭的材料讲究越新鲜越好，彭日华夫妇想了好多方法来保证地道口感。对于那些常年难以回一趟家的台山侨胞来说，来自家乡的一碗黄鳝饭唤起了他们心底无尽的乡愁。我也在国外生活过，在国外的人他们来到店里吃黄鳝饭的时候呢，见到我就跟我提起，说啊，好想念台山的黄鳝饭啊，很想回去见见亲人啊，回去吃吃黄鳝饭啊。当他吃起这个黄鳝饭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感情，一段回忆。现在彭日华夫妇已经回到台山定居，当年的远行让他们见识了更广阔的世界，但
如浮萍般的漂泊感始终悬在心头。十几年过去，他们坚定地选择回国定居。今天，他们在故乡的厨房里继续烹制着美味的黄鳝饭，心里更踏实了。随着当地经济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台山华侨选择回国投资定居，他们的回归为台山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聚焦中国每一座县城，传承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展示绚丽多彩的风土人情。国家重点文化工程，中国影像方志。台山市外事侨务局是海外侨胞与家乡联络的纽带。在侨务局大厅的墙上挂满了照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华侨捐赠人。旁边的简介里写着他们的名字，以及他们所捐建的房屋或赠予的物品。这些人大多已经去世，但他们的名字依然存留在台山的大街小巷。学校、医院、博物馆等场所的建筑上，留存着心系故乡的游子的印记。他们用这种方式归来，回家。那么据统计啊，改革开放以来呢，台山的华侨捐资的项目达到19000多项，累计金额达到23亿元。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投资环境的优越，台山也逐渐从接受捐赠成为海外华侨投资的沃土。2008年，台山工业新城建立，赵正成为第一批回乡投资的华侨。现在260怎么样？那个赵正今年65岁。上世纪90年代，他追随父辈的脚步去往美国，从事汽车配件生产。但他始终忘不了从小生活的家乡。在赵正的内心深处，家乡就像一颗永远闪耀的宝石，光彩夺目，一直召唤着他。对于赵正来说，家乡不再是只能在回忆中感怀的影像，熟悉的环境让他感到亲切，台山吸引华侨的优惠政策让赵正踏实并充满信心。他把所有重要研发环节和厂房都设立在台山，产品从这里生产，销往港澳、亚洲、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2017年，1000吨级的台山工业新城工艺港与香港通航，赵正公司生产的商品无需再通过江门或深圳运往香港，极大地节约了成本。众多台山华侨回国投资，为当地带来了更多就业岗位和工作机遇。仅赵正一家企业，就解决了当地3000多人就业。华侨与家乡互惠互利，进一步帮助台山经济提速。百年前，华侨用银信的方式为台山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
如今，他们把大量资金捐助家乡的公益事业，投资兴办公司、农场、果园，全方位投入到台山的经济建设中。很多老华侨、新移民都想回来台山，也回来街上看。不管离开台山去到哪里，我们台山人啊，大家都心系台山。我们华侨都会拿出自己的力量支持我们街上的建设。2016年3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支持广东与澳门共建江门大广海湾经济区，其中台山片区占大广海湾经济区总规划面积的68.8%。未来的台山将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战略支点和深化跨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花碗坪的沙滩和当年送别的渡口，早已不见挥泪的人群。海平线上朦胧出现的是一艘艘航船上归来的骨血同胞，他们如一颗颗归航的种子，在故乡的沃土上重新生根发芽，开枝散叶，一树繁花。而这座古老的城市也穿过历史烽烟，在时代机遇之下翻开新的一页，书写新的辉煌。从大航海时代的冒险家，到思恋故土的金山伯，海上丝绸之路连接着台山与世界，也连接了历史与未来。为讨生计而漂洋过海的时代已然远去，一代代侨胞眷恋家乡，反哺家乡，他们的付出为台山的未来奠定了基础。如今，远行的游子们荣归故里，浓浓的乡情不仅滋养着他们的心田，更成为他们再次起航的动力。而这次新时代的起航，他们搭乘的航船名为家乡。回望历史，那些漂洋过海的台山人穷尽一生追寻的东西，正在当今的台山渐次呈现。